羽球战士训练班开啦！想成为羽球战士吗？赶快来报名！为什么球拍轻轻一挥就可以把羽球捡起来呢？TB 乱发球小心被判犯规，罚球的标准动作该怎么做？打好羽球基本六式你不能不知道。羽球小风格生死斗，我圆伟伟谁的控球能力技高一筹？你锁定这集生活里的科学，羽球战士训练班教你怎么打羽球。